啦，那么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其实呢，1天内破亿给你自己看啊，是可以的，给你自己看了哟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呢，也没有骗你啦，就来给你做个示范哦。看下这边怎么变，先来这边按给你看好了。你先按 mouse tool，然后呢，你就按这个 inspect，按它。然后之后呢，楼下这边呢就会出现这样子的东西，你一定要用 Google Chrome，知道吗？然后呢，你就在像这样子这字体地方把它改掉，你就随便打你要的号码，你就写201咯，120咯，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。你看这边啊，一下子到2亿啊，厉害耶！没有人做到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其实你自己看爽而已啦。然后。光看字数了，什么都可以改，其实这些都可以改的，什么都可以改，就这样咯，4月1号，愚人节快乐，就这样，拜拜。